三斜坠。也是一个比较难以掌握的兵器，现在他可以在虚惊练的是动作和招式非常的灵活，而且是变化多端。剑从短兵练长，练习惯了对不对？软兵练习惯了，其他的不练。嗯，就带着一个练好了，可以。小鸡心太高，到不明了。明月照，路迢迢，人会老，心不老，爱不到。